见灵就笑，我被修士人逍遥，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战胜魔，勇界中走一遭，斩他的炼狱滔滔。少年郎何良师，肯走路过教他埋葬，天磨迷津饮血脉，天雷解除凝神魔，花园不银行，忍足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把心沉，悟到尽头谁为风，带上三日誓，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家。楚阁主，这才是真正的丹方，我希望丹阁全力炼制，届时一举投放市场。陈少放心，老夫定然竭尽全力。现在凤兰草收获的如何了？老祖，市面上的凤兰草很多都被丹阁提前收购了，咱们老祖、王朝下面有几个势力手上吞有好几十万斤凤兰草存货，正在和我们接洽。那还等什么，直接买下来啊。可对方要价很高，咱们各州人员身上没有足够的真实，再加上数额巨大，都不敢轻易做主。蠢货，马上调动家族积蓄全部买下，以后若有同样的情况，第一时间买下全部凤兰草，听到没有？是是，弟子马上去办。听说了吗，冷家在高价收购凤兰草。真的假的？奇怪，怎么冷家和丹阁都在疯狂收购凤兰草，都天价了。据说丹阁不久前出售的丹药就是这凤兰草炼制而成。原来如此。李家主，你出的价格太高，给个面子，便宜一些。庆丰长老，如今这凤兰草一天一个价，这八万斤凤兰草我可是把所有店铺都抵押了出去，长老你也要理解我们呐。哎，这样吧，要不就先算了，做生意毕竟要讲究你情我愿，不是？告辞。哎，别呀，算了算了，那就四块中品真石一斤，八万斤我冷家全要了，算交了李家主这个朋友。32万块中品真石，我要你李家都吐出来。陈少，我的人已经把大多数的凤兰草都出售给了冷家，这是卖出的300万中品真石。陈少，丹阁这次也赚翻了。丹阁还有多少凤兰草？40-50万斤吧。差不多了，立刻停止出售。
之上，这是。如果再抛售下去，凤兰草的价格肯定会暴跌，冷家也定会察觉。那剩下的几十万斤凤兰草，我自有妙用。这耳皮丹药什么时候发售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？临死叶子都等了好几天了。快去看看，打鼓的干嘛呢？你看，看看去，我看看去，是不是有丹药了呀？哎，去看看。这是。诸位，前不久丹阁出售的新型丹药，其实是我冷家研制而出。丹阁不知从何处得到了丹方，敢在我冷家之前进行发售？什么？啊！竟会有这回事儿？怎么会有这种事？为了证实老夫说法，我冷家将进行免费试验。还请购买过丹阁丹药的举手。我，还有我，我也买过，还有我，我买过，我也买过。五贤主宰官方视频号，记得扫码关注哟。